这样的、啊。哎，我不要，我在这里。沙杯这边邀请哎。哦，天哪！在干嘛？哦呦，哇哦，哇塞，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，厉害！这里还在旋转呢。军哥最喜欢这里，军哥最喜欢这里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！军哥出去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你好，身高160，体重48，三围是34D 2434。是，星座是。星座是巨蟹座。真正的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？芳疗SPA服务。18才是嘛，我18差那么多，刚刚这才是，没有人家看，人家喜欢你啊，帮他喜欢你啊，油推油推油推啊，油推他油推啊，来我们国光之后，工作室扩大经营，哦，照大家对对对，但是店面整栋，我之前刚来的时候只是个人的小小工作室，那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整栋店面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厉害了，整栋整栋，对，是因为上了节目之后，有很多喜欢看国光的观众，就是会看到我，然后就会来我们店给我服务这样。哇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所以你今天是来报恩？对，我来报恩，回馈大家，回馈大家，太好了，猫的报恩来了，报恩就好了。可是你虽然说你扩大经营，可是你预约还是预约不完哦。对啊，因为我虽然扩大经营，但是我自己本人还是有下去服务。我是校长兼工友兼壮宗，哦，那一定很多人指名说我要你，我要艾薇儿，对啊，那怎么办？当然是因为目前校全部人都打扮你的样子。我目前的预约的话，都是要约到一个月后了。哇哇，那今天就是福利，真的是福利，大客满了，真的，我们算抢先插队，真的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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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他的按摩的那个手法是很特别，有一个出名就是芳疗SPA女神。对，哎呦，我手法的话是软中带重，软中带重，软在哪里？轻柔的手法，就是会让你觉得有鸡皮疙瘩的感觉。哇塞，这个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并济啊，重是一按，每按必重这样哦。重的话就是按到你的穴道，你会觉得酸痛。哎呦，哦，痛苦。来来，麦包拿着，麦包拿着，不会拍到。那个用毛巾盖掉。哎，你的奶头的毛超长。要输哦！哎，要帮你，要帮你输掉，输掉。还有，不要。真的啦，没关系。好，真的。一雷有奶毛很难看。要啦，奶毛很难看，真的。奶毛很难看，不会，你问康哥不得体到啦，不能轻易啦。女生会笑，拍手会笑，女生会笑你来啊！真的，快点！没有人在除奶毛，有，你肚脐这里不是，快点！我刚刚不是比六吗？那我现在关还可以玩吗？麻烦太多了，我还可以玩吗？来，都收工了，严选好货，可三。毛这么多啊！奶毛太多了，那我下一关还可以继续玩吗？可以吗？来了，哇，这个太值得了！哦，哎呦，这就是所谓的精油按摩。你刚刚蠕动，像被佐助一样，一直被折手。哇塞，这个好好哦，对吧？佐助，你是一头海豹啊？对，太阳，它太它是海豹吗？还是是的。你在爽什么啦？你不要那么猥琐好不好啊？你有遇过这种病人吗？没有按过这样的人，不是病人。对啊，那是蠕动。今天有哪边比较酸痛？要帮你加强的吗？都很酸痛。他会说奶头很酸。哎，下背这边腰紧哎。哦，哎呦！天哪！你在干嘛？你不要动！你这里不要动。不会动，不会动。啊。然后下面这边的话是管男生的，我一步错，步步错啊！一般都没看。腰这边是对应到男生的射护线，女生就好。对，真的。那你这边最怕这个不好看，很像一团。对，你这边比较紧哎，是最近太操劳吗？射护线的部分。射线没有啊，那都没有。最近有重。我现在好像在旧金山渔人码头看一只海豹长的。喂食秀。哎，胖人擦油了，真的不能看。不行吗？很像一团猪肉。很像猪肉。一猪油。太痒了是吗？猪油饭。哎，不是，你的感受怎么样？目前。他好爽哦，一直蠕动，蛮爽。他怎么那么爽？你嘴巴在尖。哎，你要把这段拍给寄给他爸。对。感谢啊，乔姐。
怎么在摄影棚做这种事情 啊, 事情啊羞羞脸的事。哇，真的蛮痒的。那我们翻正面哦。还翻正面哦？对，正面哦。对，换正面。正面，正面。他现在可以正面吗？要不要找一个布盖一下？这里，这里盖一下，盖一下，盖一下，盖一下。哦，就拍完。胶布，遮胶布。这个，这个盖一下，这个。对的位置，对的位置要蹲。下面按胸口哦。好，你的油可以滴在嘴上吗？不要不要，我可以拿下来，我可以拿出来。哦哦，哪有那么爽的啦？不行啦，这个太爽了啦！哎，还有这样的？哎，我不讨厌，我真的爽的。我有真的。这个力道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哇塞，这个角度。哎，哪有那么爽歪歪啊？哦。啊。不是。不是，我是一群家属，会有点害羞哎，会有点害羞哎，讲真的。这边是属于淋巴的部分啊，又是淋巴、啊，对，是淋巴。哎，你的蝴蝶结一直，对啊，你在装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是你的蝴蝶，哎，制作人会不会被他爸约？哎，这个客人很怪怪，这个画面这样照过来很像晚年，是我的 OK 的。好了啦，可以了啦。好心哦，就是啊，帅，哇塞，啊，转个身，转在手跳啊，哇，昂波丹，哎呀，昂波丹的，嗯，请看到工作人员，好，哦，对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那拿是什么？那个手在手指的，这个手指，这个是切手指甲，对对对。拔罐，拔罐器，拔罐，所以你做按摩的？对，我是做按摩的，桃园，在桃园区，桃园，嗯，那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呦，哇，这个这样按，谁拍的？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。是啊，你安尼贵妇哦。那是我们的制服。我一直很想问的，就是会按摩的女生，甚至做按摩师啊。嗯。这个男朋友会邀请你帮他按摩吗？会啊。那按的时候他会？就是会让他心情很放松、很安心这样子。哦。对，肩胛骨整个都很松。你有没有招式啊？一按就哇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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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会用膝盖跪到他的背上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哦，真的哦，这样会怎样？就是用旋转的方式。哎，旋转，来啊来啊！你现在方便吗？现在可以做这个动作吗？可以啊，顺便膝盖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呗。哎呦，哦呦，哇，哦，哇塞，哇哇哇，哇哇哇哇，厉害耶！这里要旋转呢，哎，这里，喂喂喂，哎，什么感觉？喂，不是，怎么感觉看的人比较舒服？哎，好像很舒服哎。哦，还有按到那个骨头中间那个，哇，他是会按的，其实他是用身体的力量在按。对对，身体力量，而且不会酸，不会很痛。真的吗？是那种松，跳松跳松那种。这两个地方是那个。就是那个叫什么穴，忘记那个穴道了。嗯，屁股那两按了以后会怎么样？会酸酸的。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对，就是屁股夹起来有一个洞的地方。屁股中间的洞是？屁股中间的洞，中间那个洞。中间的洞，你松干嘛？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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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，大概这个位置。哎呦，对，有没有？这叫有哎有哎，对对对对，它的地方就会很酸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什么地方很酸？它的脚会很酸。中间的洞，中间洞先堵起来，旋转着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样会会不会受伤？喂，什么姿势？这干嘛呢？哦，我最近再也不会来。你学多久了？我学蛮快的耶，因为技术这个话看个人的天分。是是，那你是多久以后开始就是上班？我学两天。初三啊，两天就上了。对，有两天，然后考试完之后，马上第三天，就是马上就结课了。正常的学员是多久可以上课？平均不一定，我们大概学一年吧。有些还会学到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都有。那男朋友知道你这样子在按摩店里面，他是安心的。我现在单身。哦，所以你在做按摩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没有交过男朋友？对，应该一般男生应该没办法接受女生穿这么清凉吧？不会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是很健康的态度，当然，而且有人为了这样子帮他按，嗯，除什么月除万元，
就是之前有遇过厨职外援，对对对，之前有遇过就是很疯狂的粉丝，嗯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每次都来报道，嗯，对，然后甚至会想要叫我宝贝啊，然后亲爱的啊，这样，宝贝按了你，按了，对，哎耶耶，宝贝，对对，然后我就有点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这样子，真的都怪。就很奇怪啊，然后后来他后面就是说，哎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啊，我就觉得这种追求你不会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比较体贴的，然后再就是诚实。诚实，成长力中间没有。外形呢？身高啦，或是对啊对啊，你喜欢斯文的或是阳光的啦？就是自己看顺眼。充满攻击性的一张照片。嗯，其实我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大家工作回家都会累，然后像我就会躺在床上，我想要让大哥有那种回大家可以看到我躺在床上，然后有拆礼物的感觉。不是，唯一能这样做只有张立东了。我们这是一个很开放的场所。来，还有别的照片，欢迎看。你男朋友都是逃走的哦。没有，就想让你们拆礼物，然后盖着棉被，纯聊天的感觉。那只有曲哥了。下一张，曲哥我的菜。哇塞，恭喜恭喜！先发制人，他要应征国光小杯是要来照顾曲哥的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曲哥有一个特点，他上节目只要好笑的时候，他会跺脚。啊，他年纪那么大了，然后我很担心他的骨头，所以我想帮他捏捏脚。哎呦，关节入围了，这样子啊？对，哇塞！哎，不能这样，啊，这个可以，大腿多捏一点，上面，大腿变酸了，上面一点，就是，在上面，曲哥最喜欢这个，曲哥最喜欢这个，哎呀，太舒服了，曲哥舒服，哎呀，好像太棒了，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别换右边，一起，也太敏感了吧，谢谢，敏感性海绵，曲哥还舒服吗？那很舒服，耳朵好红，超红。好低沉的叫声，这是哪一招啊？我每年都唱，而且我们都因为曲哥以前住中立，我也是中立人，特别有感觉。哇塞，你们老乡哎，老乡那捏脚。谢谢。